咱今仔日吼头一天来学习即个菩萨的戒法。吼、哦，那么首先呢，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为什么咱要学习即个戒法？吼、哦，伊是重要伫底位？吼、哦，咱今仔日是一个佛弟子。啊，咱有发菩提心，吼、哦，要向佛、要向菩萨学习，吼、哦。啊，有诶呢，嘛是真发心，吼、哦，去修菩萨戒。啊，毋过呢，有发心、有修戒了后，啊，咱要安怎做一个菩萨？吼、哦，菩萨诶标准伫底位？吼、哦，啊，伊诶规范伫底位？吼、哦，咱煞无一个依据，吼、哦，咱拢毋知。唔知咩做菩萨，哦，虽然发心真好，啊，毋过呢，有可能咱的种种的行为，哦，有去伤害到众生，咱煞家己毋知，哦，安尼呢就真可惜，哦，所以呢，今仔日咱来学习这个菩萨的戒法，哦，的目的就是安尼，哦，就是为。要怎做一个菩萨，哦，安尼才会当符合着咱的一个初发心，哦。那么这个菩萨的戒本，哦，注重，咱讲这个戒，哦，什么叫做戒？戒呢，哦，咱讲福德，伊甲咱制定这个戒法。是安怎要制定这个戒？哦，伊目的伫底位？哦，咱讲这个戒呢，哦，是咱佛教徒的一个福利。哦，佛陀制定这个戒，伊毋是讲要甲咱白脚白手。哦，啊，你迄也袂使做。哦，啊，迄也袂当做。哦，也袂当食肉，也袂当创啥货，拢袂当做。哦，敢若讲咱一个佛教徒，含世间人来讲，哦，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佛陀呢，伊制定这个戒，毋是要甲咱讲，哦，互咱真济无方便。哦，这个戒对咱是一种福利。哦，是安怎讲？哦，因为咱的戒，咱若持了清净的话，咱就会当避免真济过失。哦，这过失呢，若真严重的话，互咱对三恶道。哦，所以呢，这对咱是一种福利。哦，你做一个佛教徒。你的福利就伫遮，哦，你会当免受到这个三恶道的苦，哦，所以呢，讲实的，哦，佛陀制定这个戒，嘛，就是要照顾咱的地主，哦，那么这个戒呢，有七种，哦，佛祖七种，哦，比丘、比丘尼，哦，沙弥、沙弥尼、色叉摩那，哦，啊，搁在家又婆舍、又婆夷，哦，伊每一个人。有伊修的这个戒法，拢无同。啊，不过呢，今仔这个戒有一个共通的，就是这个菩萨戒。哦，凡是佛祖七种，伊拢会当修这个菩萨戒。伊若发心要做这个菩萨，拢会当来修持。哦，所以这个菩萨戒，伊的赞处，哦，是比七种的六义戒搁较悬，哦，搁较殊胜，搁较圆满，哦。所以呢，咱今仔来学习这个菩萨的戒法。哦，那么自从佛法传来到中国以来，哦，这个菩萨的戒法，哦，就是敢若大乘佛法才有。哦，伫个咱的汉文的佛教才有这个戒法。哦，你今仔日若是出世伫南传的国家，因就无承认。哦，因无承认这个菩萨。哦，无承认这个大乘。那么，这个就是咱行文的所在，哦，咱有这个戒法，通啊来修持。哦，那么自古到今，哦，这个戒法呢有真侪种版本。哦，第一种呢是梵网的菩萨戒，哦，伊出自个《梵网经》。哦，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伊亲身讲的这个菩萨的戒法。哦，这是一种第一种的版本。
那么第二种呢是璎珞菩萨戒，哦，伊出自个菩萨璎珞经，哦，那么这头两种的版本，伊事实是同一个性质的，哦，伊的戒文呢拢类似，哦，所以呢，会当讲是同一种的版本。那么第三呢，就是牛溪菩萨戒。伊出自个牛溪师地论的菩萨地戒品，伫个第四十卷甲四十一卷遮，哦，有即个牛溪的菩萨戒法。哦，第四呢是地持菩萨戒，哦，伊出自个菩萨地持经内面。哦，第五呢是菩萨善戒经。伊内面冒一个戒品，哦，出自个菩萨的善戒经，哦。那么第三、第四、第五，这呢拢是弥勒菩萨所讲出来的戒法，哦。那么伊根据什么话讲的呢？伊就是根据世尊伫个种种的大乘经内面，凡是有讲到这个菩萨。一六二的部分，伊呢将遮的部分拢综合起来，那么作为一个戒本，哦，所以这三本呢拢是弥勒菩萨所综合起来的戒本，只不过呢是无共人翻译的，哦，伊拢是出处拢是这个牛溪师地论者，哦，啊只是呢无共人翻译的，哦，所以呢名称无共，哦，那么第六呢？叫做在家菩萨戒，哦，这个在家菩萨戒呢，是出自个优婆塞戒经，哦，这个在家菩萨戒，啊嘛是佛陀替这个在家众制定的这个菩萨的戒法，哦，里面有五戒，嘛有菩萨戒，哦，咱若有在座诸位若有受过菩萨戒，哦，咱受的拢是这本菩萨。在家菩萨戒本，今仔日呢，除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以外，其他的五种的版本，若要讲，其实在家众嘛会当修，啊出家众嘛会当修，是拢共同的。哦，那么将来，哦，咱师父过去捌规划讲，山顶若完成，咱要来传授菩萨戒。哦，咱就是要根据这个牛溪菩萨戒本，哦，用这本来修持，哦，所以呢，咱学习了后，你若认为讲我会当做一个菩萨，哦，那么呢，咱就做伙来修持这本牛溪菩萨戒本，哦，这个是咱未来要做的一个工作，哦。那么在这六种的版本当中，哦，是安那咱要经这本牛溪菩萨戒本。第一呢，哦，像《梵网经》菩萨戒，哦，这个版本呢，在咱佛弟子来讲，哦，要甲修持无容易，哦，因为呢，伊制定的这个规范是要讲起来是真严格，哦，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哦，一般来讲，就是你爱地上的菩萨。你才有能力来修持，哦，你要初地以上，你要来修持这个戒法，哦，你才袂去犯着，哦。那么凡夫菩萨，哦，你要来修持的话，哦，真无简单，哦。所以呢，一般的人若拄到这么严格的戒法，伊有可能讲，啊，既然这么困难的话，哦，我是不是慢慢做菩萨，练功较做得好，哦，会退心。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咱这个牛溪菩萨戒本，哦，伊呢是弥勒菩萨所设立的。那么，伊有种种的开言，哦，偏偏是菩萨戒来讲，哦，头前迄个版本是无。那么，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戒法，伊有种种的开言，哦，伊呢。那要讲起来，就是讲对咱遮的凡夫菩萨，伊有真侪方便，哦，互咱感觉讲做起来
吼，袂讲去烦着，吼，只要咱好好去学习，吼，咱以一个凡夫的身份，吼，咱嘛毋惊讲去烦着，吼，违背了这个菩萨的精神，吼，所以呢，这是一个，吼，有哪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吼，互咱感觉讲，咱若既然要发心做菩萨，吼，伊袂互你感觉真困难。因为你若感觉讲菩萨歹做，哦，就无人要做，哦，伊互你感觉讲菩萨要做起来，其实呢嘛无困难。啊，若安尼，咱凡夫的众生，凡夫的佛弟子，咱会真欢喜要来行菩萨道，哦，这呢是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咱今仔日就是用这个，哦，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戒本，哦，来学习。那么咱看这个文吼，这个文呢，吼，这本戒法，伊的名称吼叫做《瑜伽菩萨戒本》。这个菩萨呢，吼，梵语叫做菩提萨埵，吼，啊，菩提呢，人讲觉，萨埵呢就是幽静，叫做觉幽静。那么这个这款的幽静，就是众生哦，伊是自觉觉他的，也当讲是一个真伟大的哦，大心众生哦。是安那讲？今仔日佛菩萨是安那要来实现这个世间哦，就是因为众生呢，生活伫一个真介苦难的所在哦。啊，毋过呢，伊家己毋知影苦，哦，咱讲即个三界内面，哦，拢是苦，哦，除了苦以外，是其实来讲是无乐可得的，哦，啊，毋过众生呢，心来讲是颠倒，伊拢毋知，伊总是以为即个环境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哦，有当时啊。去天上安尼行行的，啊就是来人间，啊有当时啊，佫走去三恶道安尼行行。啊，毋过呢，伊将来毋知影讲安尼是苦。哦，其实天人来讲，伊嘛真苦恼。哦，伊的苦袂比咱较少。哦，啊毋过呢，伊家己嘛毋知。哦，毋知影讲迄是苦。那么今仔佛陀示现伫世间，伊目的呢，就是要甲咱讲，恁来了解讲。伫个即个三界内面，你所当到的一切境界，其实呢，拢是苦。哦，除了苦以外呢，就无其他个啊。哦，那么你要了解苦，等你了解了后呢，你爱想办法脱离即个苦。哦，啊，当然要脱离即个苦，有伊个方法。哦，即、這个就是佛陀也是菩萨要甲咱教育的即个方法。哦，互咱知影讲安怎处理。哦，当然，有个人若修了后，哦，根据伊教的来学习，伊就有这个机会通脱离这个苦。哦，当然，咱若脱离了后，哦，咱就是安乐啊，哦，究竟的安乐。哦，那么有个众生呢，较无同，伊的心较大。伊感觉讲，我今仔日既然有遮尼好个方法，会当脱离即个苦，哦，是毋是有其他个众生嘛会当同我共款？哦，伊嘛愿意把伊个经验，哦，把伊得到个遮尼殊胜个法，嘛来分享予其他个人。哦，那么这就是菩萨，哦，伊个精神就是伫遮。哦，所以呢，伊毋是干那家己安乐就好。伊嘛希望大家拢堪伊共款，哦，这就是菩萨伊伟大的所在。哦，菩萨要做的工作，其实嘛是安尼尔。哦，那么今仔日，咱要做一个菩萨，哦，唔是讲咱嘴讲要做就做。哦，虽然讲咱要做，不过呢，伊有方法的。哦，咱讲要做什么款的工作，哦，每一种的工作拢有伊的一个规范，一个方法。原来要做菩萨嘛是，啊，所以呢，就爱制定这个菩萨的戒，互你知影讲菩萨要做爱安怎做，啊，这个就是菩萨的戒法。今仔日呢，弥勒菩萨，
伊综合一经讲的菩萨的律仪，将伊集合起来做一本的册，互咱会当真来简单修持。哦，这个叫做戒本。哦，所以叫做菩萨戒本。哦，那么头前搁读两字牛溪，就表示这部论的出处。哦，伊出自个牛溪书地论者。哦，所以叫做牛溪菩萨戒本。哦，这个戒本呢是弥勒菩萨说。哦，这个弥勒菩萨，弥勒呢是梵语。哦，那么翻译过来呢，哦，咱讲叫做祖师。哦，祖师菩萨姓祖。哦，是安那姓祖呢？哦，这个菩萨伊的名号是以伊的德行来安立的。哦，每一个菩萨拢有伊的名，伊根据伊的德行来安立。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以过去初发心以来，哦，伊就无食众生的肉。哦，在无量劫以前，有一个仙人，哦，叫做一切地光明。那么伊初发心的时阵，伊就无食众生的肉，甚至呢，伊发愿将来那成就佛道了后，哦，伊要制定这个无食肉的戒律。哦，所以根据伊这个，哦，伟大的这个德行，哦，来号伊的名叫做祖，哦，姓祖。那么伊的名呢叫做阿育陀。哦，阿育陀呢翻译过来叫做无量性。哦，无人会当胜过伊的。哦，就是伊的智慧、伊的光明、伊的功德。哦，伊的善巧方便，伫个即个世间呢，无人会当超越伊的。哦，无人会当胜过伊的，所以呢叫做无量性。那么伊是一个伫佛陀时代的一个比丘的菩萨。哦，伫佛陀的时代，哦，有两个是即个所在来出世的菩萨，一个是文殊师利，一个是弥勒。哦，那么弥勒呢是出家的菩萨，啊，文殊师利是在家的菩萨。哦，啊，不过咱看经典有这么多菩萨，哦，其他的呢都是他方国土来的。哦，啊，若是在这个世界实现出世 来做的是这两个菩萨。哦，那么弥勒菩萨就是咱现在咱大家所皈依的，哦，咱未来的导师。哦，相信大家有那真了解。哦，啊，咱就无详细来说明。搁再来呢，哦，这本戒法，哦，的翻译呢是玄奘法师伊翻译的。这个玄奘法师呢，伊是东调的一个法师。那么伊真囡仔的时阵就出家，哦，真了不起。哦，囡仔的时阵七岁，在迄当阵呢，古早来讲要出家呢真困难。因为你要经过政府的允准，伊会颁发一个道牒予你，哦，你才能出家，迄才是算合法的。哦，那么你要出家进前，哦，阁要经过考试。哦，那么这个囡仔呢，伊真细汉，哦，当然有迄个因缘，有迄个善根，哦，伊真发心，哦，想要来替佛教做工作，啊，不过呢，就是伤细汉袂使。有一日，伊看到这个政府举办这个考试，哦，要道证的考试，哦，那么伊看到了后，哦，当然伊无迄个资格通去参加，哦，伊就伫外口咧看，拄好撞到这个主持这个考试的官员，哦，那么这个官员呢，看到伊，伊感觉讲这个囡仔面相真书生，真庄严，哦，生得堪人无共。伊就去甲伊对谈，哦，对谈了后呢，伊发觉讲这个囡仔，哦，年纪遮尼细汉，不过呢，伊真有远大的志向，哦，这个若会出家的话，伊将来会当替众生、替佛法做真侪工课，所以呢，伊伫遐伊就破例，互伊一个道点，互伊会当出家。那么伊出家了后呢，伊就跟随伊的这个二兄，
哦，伊个二兄呢嘛是一个出家人，哦，那么伊就带伊伫个全中国，哦，安尼四界去参访，去学习彼个佛法。那么当伊学习佛法了后呢，伊发觉过，就讲即个迄当阵佛法传来到中国，哦，也无偌久个时间，哦，那么伫个即个资料方面呢，真侪经哦，真侪概论啊，真侪论拢无真完全哦，所以伫个有限的即个经论经藏内面，伊看到即个思想方面有冲突啊，比如讲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有冲突哦。那么大乘也好，哦，小乘也好，伊各有各宗各派。啊，本身呢，佮冲突，那么遮尔侪冲突要安怎？哦，伊煞无一个好的依据，哦，要根据啥个？伊毋知影，哦，啊，伊伫遮呢，内心着真迄落，哦，毋知要安怎办较好，哦，佛法遮尔好，啊，煞毋知要以啥为主，哦，伊内心呢，着真侪种种的疑惑，那么伊着听人家介绍，哦。讲呢，伫个印度，哦，有一个大德，伊即卖呢咧讲即个十七地论，哦，就是儒家思地论。你若是会当学习即部论的话，哦，你内心的疑惑，你就会当解决，哦，伊会当为你解答，哦。那么当伊听到这了后，哦，伊就感觉讲，我若无去一逝去学着即部论的话，袂使。自遐呢，伊就发心，讲伊若有迄个因缘，伊一定爱要来即个印度，将整个完整的佛法，吼、哦，摕倒来中国，吼、哦，啊，互即个所在的即个佛教徒，吼、哦，会当好好学习，吼、哦，真正的佛法，吼、哦，啊，袂像伊安尼有种种的即个疑问。那么当然，伊发心了，伊就有行动啊。伊就向即个政府提出即个申请，哦，申请呢要去印度，哦，啊，毋过迄当阵，即个唐朝呢，伊兼即个西域迄边，哦，伫外交方面有种种的问题，哦，所以呢，伊要稳准百姓，哦，出关，哦，去到西域迄边，哦，所以呢，伊申请政府是无稳准，那么稳准要安怎？伊只好半暝啊，哦，逃走出去，暗时啊呢，就秘伫个即个山窟内面，哦，你是秘个，啊，暗时啊，才来行动，哦，啊，就为中国安尼行，偷偷行，整整行三年，才行到印度去，哦，迄当阵你看安尼是偌辛苦，哦，行三年，那么到遐了后，伊就去找着即个那兰德寺。哦，伫迄当阵，印度来讲是一个上大诶一间佛寺，哦，内面诶出家人哦，要到20000几个，那么伊伫遐就是当着即个戒贤论师，当着伊了后呢，即、這个论师哦，伊就真悲伤，哦，那么悲伤啥物货？伊就甲伊地主讲，哦，你甲即个中国来诶法师讲我诶即个代志好听。哦，那么伊个地主呢，就要讲互听，哦，安那讲，伊讲和尚，哦，就是即个戒贤论师，伊在过去有一种病，哦，就是咱讲个风病，哦，像即摆咧讲个即个痛风共款，哦，风呢伫体内咧走，哦，那么走呢，亲像即个刀咧割你个身体共款，哦，啊，大病咧发作，伊就真艰苦。那么，伫三年前呢，有一日，吼、哦，即、这个病呢，佫压起来，佫发作起来。迄当阵呢，是特别痛苦，哦，那么痛苦甲安怎呢？互伊想要自杀，哦，自我了断，啊，生命结束了，就免受即个苦啊，哦，伊就起迄个念头。那么，当伊起迄个念头了后，迄暝呢，就做一个梦，哦。梦到三个天人来找伊，即三个天人呢，一个是金身，一个银身，
一个是琉璃心的，哦，三种这个色不同。那么这个金色的天人呢，哦，伊就甲讲，讲你今仔日是安那身体，哦，有遮个病苦，就是因为你过去做国王，哦，过去是做国王，那么你用种种的手段来残害这个百姓，哦，互百姓呢真艰苦。所以呢，你今仔日开始受这个报，哦，你今仔日若自杀的话，虽然暂时这个病苦无受啊，啊，不过呢，苦因搁伫个，后世嘛是爱搁受，哦，因为那是业过去所做的业，哦，今仔日，哦，伫中国有一个法师，伊真，这个教义这个佛法，哦，伊发真大个心。啊，要学习这个大乘佛法，那么伊会来找你，啊，找你了呢，你一定要好好将这个牛克苏地论传授给伊，好好甲教，哦，你只要会当安尼做的话，哦，你的罪就会灭，哦，你过去做的这个罪呢就会灭，哦，你唔免烦恼，哦，啊，那么讲了，这个。金心的天人，哦，伊就甲讲，讲呢，我就是文殊师利，哦，伊就甲你介绍，我就是文殊师利。然后呢，伊就指这个琉璃心呢，伊讲这位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伊佫指这个银心的天人，伊讲这位就是弥勒菩萨。哦，那么讲了后，这个界限论师，哦，伊就问弥勒菩萨。啊，讲我过去常常发这个愿，哦，愿讲我将来要来你的净土，哦，啊，唔知影讲我这个愿呢，是不是会当达成？哦，那么弥勒菩萨就甲讲啊，你只要好好弘扬佛法，哦，你将来必定来我的所在，哦，里面烦恼，哦，那么话讲了，伊这个梦就醒起来，哦。梦醒起来了，伊就问，哦，伊就这是三年前的梦嘛，哦，那么伊就问这个玄奘法师，讲啊，你为中国来这偌久啊？哦，伊讲多好三年，哦，啊，煞这个时间，跟伊三年前所做的梦多同款，哦，那么这表示啥？哦，这部论是对咱这个地区，哦，咱这个世界来讲是真重要的，哦，安那讲重要？重要甲，甚至即个文殊菩萨、哦，啊，观世音菩萨，拢出来甲背书，哦，人讲担保共款啦，哦，弥勒菩萨伊无甲你介绍，因为迄伊讲的，哦，伊无甲你讲我讲的论真好，哦，你爱好好弘扬，伊无安尼讲，哦，是文殊菩萨出来说明，哦，这嘛表示讲菩萨家己真谦虚，哦，那么。玄奘法师，伊听到伊这个梦了后，伊真欢喜哦，因为竟然伊发这个大愿哦，都有菩萨甲收记这项代志哦，所以呢，伊伫遐伊就真努力来学习哦，前后呢学习三遍哦，那么时间嘛真长哦，伊伫个印度来讲，除了主要是要学习一本《论》以外，伊就是四界参访，哦，啊嘛是跟真济大德来学法。那么前后呢，十九年，哦，伫印度伊伫遐住十九年，哦，十九年时间过啊，伊就想讲，我当初的法愿就是要来伫遮开法，等于中国，哦，因为呢，伊伫印度的时阵。是一个名声，后来呢名声真好，啊，真侪人呢拢劝伊留伫个印度，吼、哦，伫遐教育众生，吼、哦。不过呢，伊初发心就是要来取经，吼、哦。所以十九年到，伊就想讲一定爱回去啊，吼、哦。啊，所以伊就拄啊为遐阁行转来中国，吼、哦。转来中国了后呢，吼、哦，拄啊即个唐太宗，吼、哦，即、这个皇帝，吼、哦，伊嘛是伫中国。嘛有听到伊的名声，啊，真欢喜，讲有一个中国人去到遐，吼、哦，啊，遮尼殊胜，吼、哦，然后呢，伊就真以
国家的力量，哦，来帮助伊翻译这个经典。那么前后呢，翻译要到20年，哦，时间呢嘛真长，哦，等于讲伊一生的这个时间呢，拢奉献伫这个佛教，奉献伫佛法。咱今仔日会当学者的法，哦，其实呢，伊来讲，对咱的恩情真大。哦，那么伊伫63岁的往生，嘛是讲真，嘛真少年啦，哦，无讲介食介老，哦，往生呢去对，就是去道士净土。哦，将来呢，咱各位若去到遐，咱拢见会到，你会当甲拜见，甲感恩，哦，感谢。那么以上呢，就是玄奘法师哦，伊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故事哦。伫个这个佛法这个翻译的历史来讲，这个玄奘法师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点。伫伊进前所翻译的经论呢，拢叫做古译哦，古的翻译。到伊开始，伊所翻译的经论。叫做新译的，哦，就是新的，是安尼要安尼分别，哦，就是讲过去来讲，虽然真济大德法师翻译这个经论，不过呢，有的是为中国过去迄边的，哦，像这个净调的发现大师，哦，那么有的呢是西域，也是讲印度迄边过来，哦，像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么每一个法师呢？当然，伊接触到的语言文字拢无同，哦，所以伊翻译的情形呢，翻译出来的经也是论，伊用的名词都无同，哦，每一个人所用的这个名相、用的字，拢有这个出入，哦，所以呢，伫过去来讲，佛法平平一句字、一句名相，啊，毋过每一个人用的词。可能无同，哦。那么到这个玄奘法师了后，伊整个佮统一起来，哦，所以伊翻译的这个经论呢，用的名相，含过去来讲拢无同，哦。因为呢，在伊来讲，伊是一个中国人，伊精通这个中文，那么伊佮精通这个梵语，哦，所以呢，伊会当佮整个过去翻译无适当的这个名相。完全甲做一个统一的翻译出来，哦，所以呢是一个新的翻译。伫个品质来讲，哦，伊翻译的经论是上界理想的，哦，互人会当真简单受持，哦，这个意思呢会当符合着佛的意，哦。第二呢，伊翻译的量是上界多的，伫整个翻译的历史来讲，伊翻译的量是上多。哦，有1300几卷，哦，超越着其他的翻译家，哦，所以伫历史上来讲，伊是一个真伟大的翻译家，哦，这个就是伊玄奘法师，哦，人讲后来的人咧学了这个印顺德书，哦，啊那个学了呢，哦，伊学了印顺德书，讲伊是玄奘以来的第一人。就是表示讲，玄奘法师了就拢无人啊，哦，一直到印顺德师，哦，还佫出一个大德，当然嘛袂当安尼讲，哦，因为中嘛是真济高僧，哦，啊，毋过这就是咧甲赞叹讲，即个玄奘法师伫历史上的地位是真正无人会当堪伊比的，哦。那么咱看即个本文，哦，本文呢，咱看到即个细的字，即个呢叫做科。咱即卖个人来咧写文章，哦，拢会分即个章、分节，哦，啊分种种个即个目录出来，互恁知影讲，伊即卖咧读个是伫个底位，哦。那么过去个来讲，过去个人咧写文章无安尼，哦，伊一遍从头就写到尾，哦，像咱看即个经嘛是，哦，伊上济呢，甲你分一个品尔，咱若读经有啥物品、啥物品，哦，啊内面详细个内容咧讲啥？就咱靠咱家己的智慧来去分别啦。那么即马就是有遮个大德，哦，伊要解说遮个经，
解说者的论的时阵，伊就做这个科，哦，伊用真少的语言文字，哦，会当把这段文的重点表示出来，哦，这个呢就叫做科，哦。那么咱这个科呢，是根据《太虚大师》，伊有一本《如来菩萨戒本纲录》，哦，伊内面有做这个科。哦，予咱会当简单讲，规本即个戒法大概咧讲啥，伊个次第是安那。哦，那么即只个资料呢，咱将来会偷偷啊，哦出版哦，《太虚大师》还是一挂《高僧大德》伊所注解个只个，哦只个资料，哦咱会拢会偷偷啊出版，予大家来学习。今仔日即个第一个呢，第一段呢。就是中肯勤合，哦，这个就是做这部戒法的，哦，咱讲弥勒菩萨，伊要鼓励咱遮的凡夫发心的菩萨，哦，咱得爱安怎做一个菩萨，哦，啊，菩萨道要安怎行，咱爱真温勤来学习，哦，所以呢，这就是做这部论的人，哦，要来甲咱鼓励就对。看本文，若诸菩萨以修菩萨所修境界，应自所所专提殊位，处是菩萨正所应作，处非菩萨正所应作。若诸菩萨，若要讲咱大家呢，拢是菩萨，那么咱既然是菩萨啦，咱就是以一定有修过。菩萨，伊所应该修的这个清净戒，哦，那么咱要修戒进前呢，哦，有一个真要紧的工作，哦，是啥物？就是发菩提心。哦，咱各位若有去修过菩萨戒，你就知影讲，咧修戒的时阵，戒师就会问你，哦，啊，你是毋是菩萨？咱的回答是，是菩萨。然后呢，伊阁问：“啊，你敢有发菩提心？”咱就讲依法，哦。啊，依法是指嘴法，还是心法？哦，咱是嘴发心，还是心发心？哦，因为这真重要。咱若是干那嘴发心尔，哦，那么你就无得解。哦，你虽然有去修，不过呢，实际来讲，你无得菩萨解。哦，这个戒体呢，你无得到，哦，你得爱真正心有法，有法这个菩提心，那么你修的戒，才是清净戒，你才有得法，哦，你就是爱确实讲，你问你家己，我是不是有真正要上求佛道，哦，啊要下化众生，哦，你看众生这么苦难，我是不是有迄个心要甲帮助？哦，是真正心有发起来，还是讲嘴咧念的尔？哦，哦，这得你爱发菩提心，哦，然后呢，发了才来修菩萨戒。当咱修戒了后，哦，这是一个仪式，一个过程。修了后，这代志才拄啊开始尔。哦，就是你应该爱数数，一遍过一遍，一次过一次，然后呢，专提思维。真专注、真仔细来思维观察，哦，观察什么货呢？哦，处是菩萨正所应作，什么代志是菩萨伊确实应该爱做的？哦，那么处非菩萨正所应作，又果是什么代志、什么工作，伊毋是菩萨应该爱做的？哦，咱就爱定定去观察者，爱去想、去思考。哦，既然要做一个菩萨啦，你爱把菩萨的工作想好妥当。哦，那么这简单讲，正所应作是啥物事？就是菩萨的三诸境界。哦，咱一般讲的涅如意界，哦，伊是菩萨所正所应作的工作。哦，是安那讲呢？因为这个如意界。伊呢会当安住咱的内心，安定你的心。今仔日咱持戒，咱若是无好守，哦，咱若违反着，
你的心呢就会艰苦，会不安。我今仔犯着这条戒啊，吼、哦，唔知是毋是有啥物严重的过失，吼、哦，我将来是毋是会堕落，吼、哦，还是安怎？咱的心呢就不安，吼、哦，因为咱就定定伫遐受这个代志，吼、哦。那么受这个代志呢，你就是会烦恼，你会忧愁，吼、哦，你会个顾虑遮，然后呢？你的心就无法度好好去学习佛法，哦，因为呢，就干那底只个代志就好啊，哦，就无法度去底其他个佛法。所以这个如意界真重要，就是咱若好好修持，你的心就安安静，哦，袂受只个过失的困扰。那么你就会当好好来学习其他个法，哦，所以这就是菩萨。伊应该爱做诶，人讲菩萨爱自度度他，哦，伊自度家己嘛爱好好啊来，这个行为呢爱好好来做哦好。第二个正所应众呢，就是立善法界，哦，当然伊要帮助众生，哦，伊得爱好好学习无量无边的善法。那么根据这个善法，看是要家己。自度也好，哦，还是要去帮助其他的众生也好，哦，拢爱有一个依据，哦，所以伊修这个善法呢，话就是会当成熟伊家己的善根，哦，伊爱学真济这个善法，哦，那么这个善法就是将来伊的主粮，哦，所以呢，伊爱正所应作的，就是第二个就是立善法界，哦，那么这个善法呢，总共一句就是佛所说的这些经律论，哦，伊拢爱好好去学习。第三呢，就是立众生戒，哦，伊除了要家己自度以外，伊阁爱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哦。那么帮助其他的众生的目的，就是要让遐个众生跟伊同款，拢会当成熟因的善根，成熟因的佛法，哦，脱离因的艰苦。哦，所以第三呢，就是立众生戒。这三条戒，简单来讲，就是菩萨正所应作的功课。哦，除了这以外呢，其他的代志，就是唔是伊正所应作的。哦，所以菩萨真简单，伊要做的功课，就是安尼尔。哦，除了这以外，其他就无伊无应该做的。哦，所以就爱。一处搁一处来思维观察，什么是伊应该做的，什么呢又搁是无应该做的。既思维意，然后为成正所作业，当勤修学。当咱有经过一段时间来思维观察了后，哦，你将你的目标确定，将你的志向确定啊，哦，就是咱已经观察过啊。哦，咱该想的，哦，拢想了啊。那么，你着为着要达成咱的目标，哦，为着要承办咱所应该爱做的这个作业，哦，这个工课，你呢着照你的目标，哦，然后呢真精进来修学，哦，这个呢就是咱先观察，什么是菩萨爱做的，什么呢不是。哦，那么观察了后呢，你就是爱照你的愿哦，因为呢，菩萨伊的发心哦，伊的初发心就是安尼。那么你既然有这个发心了后，你就袂当发这个空的愿哦。咱若讲干那发这个心，啊无行动就无使哦，就无符合着一个菩萨的精神哦。所以呢，有发心就爱有行动。由因专利听闻菩萨所达咱众，及以菩萨摩诃利伽，随其所闻，当勤修学。那么咱发心了后，哦，那么也思维观察啦，哦，那啊，即马开始要行动啊。了后，咱应该爱安怎呢？又应该爱专利，哦，专呢，哦，爱真专心，利呢，爱真奋发，哦，爱真振作，这个呢叫做利，哦，
就是咱把咱的心，吼、哦，提好起来，吼、哦，啊，要创啥货呢？就是爱听闻菩萨的说达咱众，这个说达咱，吼、哦，是新的翻译。那么旧的翻译呢？哦，叫做修德乐，哦，玄奘法师以前的翻译，拢叫做修德乐。那么到伊了，伊甲翻译做说达咱。这个说达咱呢，就是指这个契经，哦，人讲这个佛法有三宗，哦，三宗来讲呢，就是经律论这三宗，哦，这个契经，哦，就是经宗。是安那讲，就是伊会当契合真理，啊，佫会当契合众生的根基，哦，所以才会翻呢，就是叫做契经，哦。今仔日咱来学遮个经经宗呢，甚物款的叫做菩萨的经宗，哦，毋是小乘的经宗，是菩萨的，哦，康大乘相应的遮个经，哦，那么叫做菩萨的所达咱宗。像讲咱学《法华经》，哦，这个就是大乘经，哦，啊是讲你有读《华严经》，哦，读这个《法界经》，这种种的大乘，甲伊法义有相应的，这个呢，拢叫做菩萨的所达咱宗，哦，吉以菩萨摩诃利伽，哦，这个摩诃利伽呢，翻译做本妙。伊翻译做本妙，哦，或者是呢翻译做第一妙，哦，这个呢就是指论宗的意思，哦，经律论的论宗，哦，那么是安那叫做本妙，哦，人讲这个经，哦，佛所说的经呢，伊时节因缘拢无同，啊，对象嘛无同，有当时佛在遮说法，哦，伊当机中的根基。有种种的差别，哦，啊，伫别位讲的佫有差，哦，比如讲讲这个《金刚经》，哦，咧讲佛这法门，哦，啊，讲《华严经》呢，哦，咧讲这个究竟，哦，的法门，讲到《阿含经》，佫讲无同，哦，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那么伊一每一部经讲的法无同，哦，那么众生咧学习呢，伊是学到一部分。哦，当然，伊为者买当升起着伊的智慧。哦，啊，不过呢，后边的人咧学习的话，就无，哦，唔是像较早安尼。哦，伊每一部经讲的，拢有种种的出入。哦，伊若智慧较浅的话，伊会看袂出来内面真高深的道理。哦，伊会认为讲佛法，那讲的有种种的冲突。哦，那么今仔菩萨，伊就做这个论。做论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佛陀伊要所表示的这个意义，哦，把表现出来，哦，就是来解这个经，哦，将佛内面有真高深的道理，把显露出来，哦，咱一般的凡夫看无，哦，就要经过菩萨的解说，哦，那么咱唯有者呢，咱会当明白契经，哦。所欲宣说的，才会真高深的道理哦。啊，由这呢，会当升起着咱了解这个佛法的智慧哦，咱会当明白诸法的真实相哦。所以叫做本妙哦，就是咱智慧的根本的来源哦，为这生出来哦，啊嘛叫做智妙哦。咱智慧呢，就是为这个论哦，才来达会当为这去了解。哦，当然，咱读经嘛会当生智慧。哦，啊，不过呢，你对佛法整个的相貌未当真完整的了解。哦，得爱为这个论，哦，菩萨做的论，哦，伊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论宗。哦，那么佫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叫做论义。
这个论语呢，就是咱讲十二部经里面有一个论语十二部经就是后边的人要结集这个经伊用十二种的这个题材来解来写这个经出来。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论语这个论语呢，是啥呢？讲，比如讲佛陀要甲弟子教育这个佛法。要甲地主宣说，要甲分别讲诸法的真实相的时阵，伊真完整、真详细的宣说，那么这呢叫做论语，或者是讲佛的地主，伊一定见到苦集灭道殊胜体，伊就是见到真理啊。那么见到真理了后，伊为着要甲众生宣说，伊所证的才会诸法真实相。伊无颠倒来分别，一切法，的种种的相貌，伊的体性，这呢嘛叫做论语，所以论语伫三宗来讲，这个摩他利伽伫三宗来讲，叫做论宗，那伫十二部经来讲呢，就叫做论语，有佛说的，嘛有佛的弟子，就菩萨，还是阿罗汉伊所说的。今仔日咱要做一个菩萨，咱就爱听闻大乘经，啊，搁大乘的论。那么根据咱所听闻的这个法，咱嘛是爱真精进来修学。这段文呢，就是要甲咱讲，你做一个菩萨的处地是爱安怎？就是先观察了后，确定你的目标。那么你搁爱好好学习大乘的佛法。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甲咱鼓励遮个凡夫菩萨，你要爱安怎做一个菩萨，要安怎行菩萨道的内容，就是安尼，咱休息10分钟。